来喽来喽，哎呦！谢了谢了，关注。Hello， 晚上好呀！哈哈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嗨，晚上好。等一下，我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嗯哼，想你，下个星期来不了。下个星期咋了？我要下个月再，下个月再。嗯哼，在干嘛呢？我刚才拿东西呢。我在宿舍，对，我在宿舍。朋友们，你们也辛苦啦。嗯哼，我在播播。哦，今天何玉馨生日。哎呀，天哪！在想要不要晚上给他再过一下，但是他我看到他谢谢谢谢，是说晚上好晚上好，该回家都快点回家哦。怎么了？就是谢谢，不知道该不该说啊。然后谢谢小鱼送的情书，三个情书啦，谢谢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呀。谢谢小鱼，谢谢小鱼的传声，三个传声海螺哟，谢谢，谢谢陈舟送的情书，晚上好，应该他们都要播播了吧？刚看完我的看完公演上地铁，好呀好呀。注意安全哦！到家了说一声，也可以。天哪！星星肯定想重庆了。想念了，想念朋友了。等一会儿，下播跟他谈谈了。
天哪，刚好波波，哎，走，怎么跟他说话了？也是重庆的吗？星星喜欢重庆，但是他是四川人，可能想家了。今天穿得好看，谢谢你哦。也刚才你送我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你喽。姐姐是什么星座啊？我是天秤座。天秤座，虽然我身份证上的是五月份，其实今天的温度还行，就是，今天的温度挺可以的，穿这个裙子不冷不热。谢谢阿言送的荧光还有蹦迪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哦。重庆好凉快，因为我感觉我那天我回去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下雨，而且下暴雨，是我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回去的时候很热耶，然后一走，下雨，挺凉快的，对呀，我妈都觉得我一走，她都觉得。哎，你走凉快多了，不用开空调了。对呀，我感觉我是一个，我走到哪儿都出太阳的感觉。但是我回成都没有啊，它也下了雨了呀，它也下了雨。这不，我隔了几天它又出太阳了，隔了一天又出太阳了。阳神，天哪，的确这身御姐，这身就是的确有点好，的确好看，只不过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特别显身材，我觉得这也是。他们都说我好瘦，瘦的有点过了，而且是太瘦了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变化莫测的成都，我也演淑女，演淑女不不啦，涛涛，正好，我今天可以偷懒，下雨吗？下雨你可以偷懒，不用白天，天哪，下雨其实也。还行，挺舒服的，睡觉挺舒服的，在家里头，出去玩就不舒服了。下雨，
晚上好呀，还真是，就多吃点，好，有再多吃。晚上好呀，多吃是饭。的确，再多多吃饭，最长胖的就是吃饭了，2斤啊。卫生没回来。他出去了，哦，好的。他刚才打电话。你的确很瘦啊，多吃点儿。哎呦，怎么说呢？不知道怎么减了，不是不知道怎么减，是不知道增肥了。主要是有，但是我还是很少，挺多吃饭的吧，吃饭主要熬夜，可能是熬夜，然后中午、早上和中午都不吃了，只吃晚上，然后再吃宵夜，可能会更减，也不可能吧？有可能是易瘦体质会成这样。谢谢小四的荧光海哦，谢谢。谢谢哦，谢谢你的荧光海。但是。也要睡觉，睡得挺多的，就像雷心梦说的，睡得挺久，然后你就不用吃东西了，比较的是你睡觉，睡着你又不饿，毕竟你没有活动嘛，没活动就没有热量，没有热量就没有。吸收那些，就器官呢停止了，它没有运动，就不容易饿。其实我觉得你裙子长度还好，宝宝多适合，正好换。真的吗？好呀，这我第一次穿这么短的，其实。真的好短啊，但是也蛮不错的这一身，我觉得，侧脸好好看，谢谢，庆 功也好甜，真的吗？天呐，真的假的？天呐，受不了了，吃不胖易胖体质，不易胖。吃不胖的体质，对，就如果你一天吃2个人的食量差不多，我一般都是吃很少。今天咋吃的那么健康？因为减肥呀，就是姐姐点的是减脂餐，就是他们减肥，然后。就一起，点的一起的呀，毕竟一起的嘛。我还吃了宝玉的，那个，我还吃宝玉的三明治呢。因为我从小，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是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人想吃什么东西就去弄的，所以从小就很瘦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。Hello，晚上好。Hello，来喽来喽，把饭点睡过去了，睡过了，真厉害呢，真的。很好看，
好看好看。为啥？那为啥每次我睡10多个小时起来饿得像个人？那可能你睡觉的时候在运动，就可能你在跑步，梦里在跑步。其实还好，好看好看，谢谢，没有刚好合适，我看喜欢，真的很甜，有被甜到哦，像只鸟，足以鸟味，天呐，很想吃。夏天没怎么胃口，吃不了下好多饭。对，我夏天就是没胃口的，很容易瘦。夏天，谢谢 CRS 送的团扇哦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哈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所以夏天是最容易减肥的，主要是出汗，又给你热的排汗什么的，然后又吃的少，然后又你上班运动，贼厉害，军训汇报吼的声音都没工业吼的大。天呐，那是爱的力量，那是爱的力量，原来是爱的力量。晚上好呀，我想看一下，想你看一下我的头像，熊猫吗？哦，这个熊猫还。你看，像花花一样，像花花一样。有没有想染的新发，也新发色吗？我一般都是染的棕色，棕色系列。我没有染过很深的颜色，你们要么就是，也没什么颜色，对，爱的力量，是的，爱的力量是吧？军训我当时报数喊不出来。他们全笑我，正常正常，我也有那种喊不出来的，我就只会三，没事儿，别害羞，都有害羞的时段。特别特别爱。我的头像是什么？你才是呢！你才是呢！天呐，好好好，你的头像，是，我看到了这些头像。好看，好看！太阳，天呐，哎呦，你们当头像真好看呐！什么呀？是聪明人，是可爱的聪明人。哦，谢谢哦，you 哦，不是。
等一下。呜爱看理想主义的受惩罚。哎哟天哪我受不了咯。刚才一些些。天哪。什么迷头香也不错啊，对，也挺不错的。你们怎么这么喜欢表情包呀？感谢谢欧威威，说你们光帮我，就是说你们怎么喜欢这表情包啊？今天的那个公演的表情包应该放完了吧？没有我的吧？我刚才我在后头去换衣服补妆去了，然后他看到他们放表情包了，应该没我吧，希望等会儿我去看一看，应该没有吧，都没听到我吼，你吼我吼，你吼的我嗯，我可不会呢。我跟一杰说，我说那个微微，这图秀，我说他头像。心里耶好乖哦这么可爱呢。哎没事给你提示了你也不知道。主要是不好看到他们在看着我又不好意思上前。就上前了还不是。表情包可爱，没有我吧？有我吗？他们没有你的表情包，我们给你做。倒霉倒霉。就说，我真的我。我已经保存了他们的表情包很多很多，只是不敢发出来，因为他们我还是哥哥拍的图好看哦，拍的好好看。上镜脸很胖耶。谢谢沙茶送的船身海螺，谢谢你哦，谢谢沙茶送的九个荧光棒，谢谢你啊，早上好，好啊好啊，你好呀 ，Hello， 晚上好晚上好，天哪天哪。晚上好呀，就等一下播到12点我就下播哦，等一下就12点下播。今天怎么看着有点呆呆的，我不知道我在想，我每天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怎么说呢，
可能我反应不过来，我脑壳反应不过来。好好好，每天都带，我也觉得我每天都带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我自己。我对自己都不满意。今天电我感觉声音一点小，我说话的声音有点小是吧？好吧，那我下次担心一下哦，可能我自己太不敢说话，跟你们一样不太敢说话，说太小声了，可也有可能就是单纯没电了想睡觉。我手机的确要没电了，但是先等会儿，我去，找星星吧，等会儿下播，然后再，可能我今天要晚睡一会儿，晚睡今天，就说不早睡。就先，如果等下下播了，我直接说，先给你们说晚安吧。然后我不睡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等一下，我又想吃，要不要带？带星星出去吃好吃的，好，其实晚安了，我也没睡，也不睡，那可不好呢，那还是有睡呢，晚安，仪式的晚安。带你俩出去溜溜，怎么说呢？等一下，这是他生日哎，我没准备啥，不太好。在补作业，那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天哪，那可不是，没几天开学了哟。天哪，再不作业，加油加油！赶快把它补完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把自己打包给星星算了。我把我打包给星星，不太好意思，算了算了。电窝那个猫猫的叫声比我还大声，失败了，不如一只猫。天哪，今天有被惊到，虽然也很开心，主要是开心的是录到猫了，然后他有料，就是说我又带回来，把我就是我边边那个毯子，带回来要我自己洗，要我自己洗，然后再带回去，
今天收到了，收到了这个，我推荐的那个，不是我就是我发的那两张图片嘛，就广州那边，那边那去逛的那里，有一个粉丝他说，你真会找那家店很少有那种店，就是这家店，他居然买了给我了，爱死了，挺好，收到了，他买的这些吃的。我其实贼喜欢吃这些，就他说，这种店嘛，广州都没有，没开几家的意思嘛，就是很少，这种都就是说倒闭了，很多，就是说。没几只呀，然后居然我找到了，他说我是鼠鼠嘛，我说对啊，我就是鼠鼠啊，我时候出生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时间出生的时候我鼠鼠啊，你猜你说的没错呀，啊，他说啊，真的鼠鼠啊，天哪。万万没想到，我真的是鼠，厉害了。他们也这个好大，哎，等一下，我退出去一下哦。
回来啦，回来啦！谢谢疯子吃凤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送的凤梨哦，谢谢，谢谢你！天哪！今天贼尴尬，贼尴尬，都每天都尴尬，不过也还行。谢谢哦，谢谢你哦，可爱，好可爱，妈呀！天哪！啊哈！就是说，刚才。去给星星，星星的下面打电话呢。呜呜呜！刚才我等一下要去。找他们玩了，你们看，看看吧，然后，明天早上我先发前四个那个头像吧，还是前四个头像哦。等会我要去找他们一下。明天早上先发四个头像，然后后天再延续发前面的，就是画的那个头像嘛，然后这周应该。连续可以我发完吗？就每天发四个吧。注意查收哦，注意看一下有没有漏到你哦。啊，不可以这么说吗？啊，好吧。I'm sorry, I'm sorry. 就好吧，好吧。真的有点，他们在隔壁好开心呀。
你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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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你。今天是辣妹吗？今天不好意思，小辣妹算是一种吧，算是一种吧，今天也很好看，谢谢，很舒服。天哪，专业搞笑。等一下，我先下播咯，就是我去找一位，一个人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。